大家好，我是镜子。这周有粉丝留言说想要做小牛，好的，安排。先将一点棕色和橙色进行混合，再取出一点混合好的颜色，加上白色。那么开始做它的头部，依次做出它的眼睛、鼻子、耳朵、牛角、腮红，再做它的身体、肚皮和头部进行连接，加上它的四肢、小鼻子，最后还有一条尾巴。那么小牛就做好啦，谢谢你们喜欢我的小动物视频，期待你们的点赞和关注哦。